炎的吸收是比较慢的，只要是不是一个重症的肺炎，这个留下肺炎吸收了，它会留下一些后遗症，会留下一些肺的纤维化，甚至于还有一些小的少量的这些病灶。这个我们讲的是病毒引起的肺的损伤、肺的损害，而不是说这个你病灶里面还有病毒。这是两个概念，它没不会传播了，因为它身体当中已经没有这个抗原了，没有这个病毒了，所以它就不会传染给人家了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